没有了。已经不做机械了是吧？咱们改行了吗？啊。现在是做哪方面的行业？做鸡头。做什么东西？做鸡头。什么鸡头啊？养鸡啦。做，你都不懂吗？啊？做鸡头。哎呀，我去，老板，那你这就落魄了呀。做机械的机子，我靠，不懂吗？吓啥？不好意思，吓坏了。你吓什么？你吓什么意思？干嘛？你吓什么？老总。啊。哎呀，没事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那个是这样的啊，我这边是杭州，这里一家上市的互联网公司，我们是有个互联网的一个项目，在咱们泸州这边。我不知道你像什么啊。老总，我们是找那个、啊、找那个合作代理商、啊、什么合作代理嘛？就是啊，你哎，罗总，你吓傻，我就没整明白。我又没说做，本来就是做鸡头嘛。